好，你一起步嘅时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闸嘅马咧，内栏位置新力啊，解运法就走咗上去啦。中间咧咁啊，稍稍留啲，真好运啊！好嗰只啊，外边电路十号啊，尾三埋边大千无双，尾二红眼罩就非凡达啊，包咗落尾嘅马暂时超劲火力嚟噶。好啦，咁啊转紧弯嘅时候咧，前面就解运法咧就贴栏放。中間有第二位就老班精神啦，外邊電路十號望空咗走上去，咁啊在內欄第四位就新力啦，中間第五就真好運啦，等入邊紅衫咧就樣樣大到啊，攞出去外邊追嘅馬咧有勁先生啦、金匯星星啦，最出係嗰只聖字嚟噶。好啦，最後300多米啦，佳運法仲喺埋邊鬥緊，中間只老班精神啊，後多層啊嘛已經拋甩咗啦，新力響第三啊，第四位埋邊樣樣大到啊，出邊聖字叫追少少咁啦嚇，最後100米到啦，佳運法鬥緊老班。精神两只马单打独斗，埋边喺佳运法，出边老班精神，老班精神应该好有机会一出即赢啊！跑第二名埋边系佳运法，咁啊至于第三名嘅马要影相啊！样样大道就红衫嘅12号中间浅蓝衫系新力，亦都要影相争第三。好啦，结果就起先起唔到马，因为出边丁冠同戏马先啊！呢只老班精神一出即胜啊，救命仲用赢马。佳运法就跑过第二，一队咧都甩开咗后边噶咯噃，我俾你洋洋大道同埋嗰只新力洋洋大道第三先，新力就跑过第四。